传说山上有位老神仙，他有什么都能治好的神药。为了报答店长，治好店长的怕什么病，胡老我踏上了旅途。这世界就决斗，我历尽千辛万苦，顺路解决了拖在线时长的混混甲乙丙，因为经费不足以加绿，终于拿到了仙药。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回到武馆，等待我的却是欺负了我小弟的家伙。别想有好日子过，店长还是要静养，那就速战速决吧。明白了，但是兄弟们也是追求梦想失败，落魄到用蛮力收保护费讨生活，看来这样也是不行的呀。你们大人总是把事藏在心里不说，拥有力量并不一定是坏事，你们就来武馆打工吧。大姐，胡老觉得把自己的困难说出来也不一定是坏事。一直以来你也辛苦啦。暂时作为领队吗？我明白了，九龙胡兰，战斗就交给我吧。力发千钧，坏蛋一个都不准逃。努力破墙，众望一心。谢谢你指挥官，我很喜欢这个礼物啊。让我看看战斗力加强没有。